给公主请安，皇上已经在殿内候着您了。公主请。 景瑟，来了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免礼，免礼。哎呀，景瑟，让皇阿玛好好瞧瞧你。这一别多年呐，都出落成大姑娘了。朕的景瑟还真是一点没变。瞧皇阿玛说的，儿臣连孩子都生了。来，坐。景瑟。 朕瞧你越来越像你额娘孝贤皇后了。听说你持家有方，在科尔沁部深得人心，朕很是欣慰。这次让你回京，是因为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儿坏了事，你不会怪朕吧？阿木萨那叛乱，额驸未能及时察觉平定，而被削爵。这延误军机本是死罪，这些年。 额驸与你不睦，朕更是不满。但朕不能杀了他，不能让你年轻守寡。多谢皇阿玛体恤。儿臣早些年便常驻京中公主府内，如今出了事，更不想回科尔沁部。皇阿玛留额驸性命，已经顾全额驸颜面，希望他知道悔改。额驸待你不好，朕的心里很是不安呐。 起初儿臣与额驸也还好，后来儿臣生亲幼时，差点没命，也不能再生育。谁知额驸就忙着纳妾，从此夫妻情薄。儿臣想，以后能多跟在皇阿玛身边就好了。这次啊，召你入宫，朕就是想和你叙叙父女天伦。有空的话。 把清幽带个朕瞧瞧，让朕看看外孙。是，儿臣会带清幽去长春宫向额娘行礼的。好，好，记得给皇后请安。儿臣明白，不会失了礼数。好。 这么大排场是何靖公主吧？听说她今天回来。嗯，人家是孝贤皇后嫡出的固伦公主，咱们景园跟她嫡庶有别，可差远了。看样子她是要向皇后请安呢。今日和宫向皇后请安，咱们可别太迟了。嗯，嗯。今日何靖公主回来省亲，有许多新人都还是第一次见吧？ 在这一座，发现额娘暂时的旧人不多了，真是感慨。纯娘娘，三弟如今还争气吗？谢公主关心，还是老样子罢了。诸位弟弟面前，我算是长姐，嫔妃的职责在于养育皇子，好生教导。 才可使他们成为国之栋梁。公主说的是。此次回宫，额娘暂时的简朴气象经都改了，宫中风气越来越靡沸。盛世气象，海晏和亲，自然和皇上刚登基的时候不能相比了。是吗？ 不过是人走茶凉罢了。嫡公主到底是不一样啊，便是皇后在您跟前，都不敢回嘴。她是继后，我是嫡公主，她敢在我面前摆几分的皇后架子？
皇后心机颇深，否则她怎么会在孝贤皇后崩逝后动用了这么多人，当上了气候？您就是再怨她，也别和她硬顶。我不会和她硬顶，但我也没忘了当初是她来劝我远嫁科尔沁部，若非我远嫁，额娘不会气昏了头失足落水，那么快就崩逝，我也不会婚事不协，没有亲娘依靠，我过得不好，皇后也别想过得这般舒坦。皇后娘娘，这些日子